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肖峰，欢迎您来到环球聚焦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我们的环球聚焦的军事评论员陈征志先生，今天继续跟大家谈美军和中国军队的装备问题。我们在2019年，我们将进行一个有系统的一个系列的一个讲座，我们都是邀请陈征志先生。今天我们的第一期呢，因为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美国呢是陷入了预算的危机，但是并不等于我们美国缺钱。美国政府一年的政府预算是4万亿，我们军费占多少呢？我们军费占到了六分之一多一点，六分之一多一点，7300多亿，也算是历史上第二高了，第二高的了。所以呢，由于美国就是用大家说了，美国不差钱，所以美国在很多军备项目上面，出手有一点花的有点多。今天我们聊一个美国花钱不是最多，但是让人们有点侧目的一个项目，那就是美军最先进的驱逐舰，中文叫朱奥尔特。这一类驱逐舰为什么他要花那么多钱？为什么他是世界上最好的驱逐舰？可是为什么又被停舰了？今天我们邀请陈先生来呢，跟大家聊聊这个故事。首先我们感谢陈先生上我们节目。陈先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好。ZWAT应该说这是一个当他第一次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的时候，大家眼光一亮，从外形设计到他的吨位数，那大家都认为这就是这可以把世界所有国家的海军甩出很远很远了。可是没想到11年了，对，12年了，2007年那会儿那什么的嘛，已经12年了。可是到现在传出的消息是什么？哦，我们原本要建32艘，不见了，就3艘。对，而且海军明确说，我就这3艘了，不做了。对，第一个想就是当时海军，接受这个 ZWAT 这个设计的，当时他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一个设计，或者说他想追求什么？可是为什么又终止了？对，这是这样子。那个我先把这个 ZWAT 的那个。他怎么样？开始设计的这个他的那个过程稍微稍微讲一下，就是 ZWAT 它本身最早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期的时候就开始酝酿了。最开始的时候，他的那个计划叫做 DD21，DD21就是要设计21世纪用的驱逐舰，那30年以后用的驱逐舰，美国设计都很先进，对，美国看得很远，看得很远。那个时候设计的驱逐舰已经是着眼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先进的这个构型了。那 DD21 设计之后呢，那个因为经费的问题被砍了一半，所以 DD21 就后来就改成它的那个 program 就终止了，就后续的 program 就改成换了一个名字，叫做 DDX。DDX 的继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这个 ZWAT 是在后来再蜕变之后的一个，在1994年开始的 DDX 之后就变成 DD2000，叫 DD2000。那 DD2000 之后，最后这个ZWAT 的时候是叫它本身叫做 DD1000 了 ，DDG1000。那所以真正的那个 ZWAT 是在应该是在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立案开始做，到了2007年的时候开始动工作。那开始的时候，那个美国海军评估它需要32条，用来取代阿雷伯克级的后续舰，当做它的后续舰。那这32条的设计，当时设计就现在看的这个样子是非常先进，它里头。所有的里面的 item 全部都是重新跟现在所见到的所有传统的军舰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的外形就不一样。而且它也是美国海军驱逐舰吨位最大的，对，它是超过1万多吨，它是15000，比15000，比那个
比现在的那个阿利伯克级这个只有8000到9000吨，最多9000吨的这个要大很多。那因为里面的它的功能加了很多在里面，所以都集在一身，所以它的战斗力是非常非常的强。而且美国是不喜欢做驱逐舰的，而且驱逐舰也基本都被巡洋舰的。美国是不喜欢做巡洋舰的，美国是基本上。只有苏联，前苏联还搞巡洋舰，对，美国基本都用驱逐舰取代了巡洋舰的功能。对，因为驱逐舰它比较小，比巡洋舰要小，美国不喜欢做这么大。对，太大的军舰，它墓碑又大，那个不如做小一点，它能够数量多一点，能够摆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 location 执行不同的任务，所以，它希望把舰体做小一点，可是它的那个功能做强一点。那现在做个10000多吨的话，也达到了等于巡洋舰的标准，是啊，巡洋标准。可是它的那个功能是非常强，所以它这个DDG 1000就现在这个 Zamwa 那个设计出来之后呢，的确是让人家眼睛一亮，因为它是一个最新超越时代的设计。你就看这个外形就不得了，对呀，跟完全一改传统的军舰的外形。对，所以这个船呢，它的特性呢，我刚刚讲一下，它的特性是，非常的多，而且它的每一样的功能都是可圈可点，都可以讲。而且当时美国海军对它的期待也是蛮高的，因为希望说，既然是21世纪的船嘛，对，因为它是那个时候不要忘了80年代开始动脑筋想说冷战还没结束呢，对。当然了，到了2001年开始准备放到这个 blueprint 的时候，那时候冷战已经结束了，对。但是毕竟美国。用美国军方的观点，就是说，他要对对手不仅要比他们先进，还要超越1代到2代。对，这本来就是美军的一个。当然，有很多人批评美军这想法，说：“哎，你不可能永远保持跟别人有那么代差，比先进就好了。想跟人保持代差，那个代价实在太大了。”对，这个船设计成这样，可是太贵。对，问题在这儿。很贵，它的每一个里头每一个装备，的费用非常高。那对不起，它这么高的费用，所以预算就有问题。那再加上它设计出来有发现，设计上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后来海军就变成32条，就减成7条，7条就减成最后变成2条，2条后来又加成1条，变成最后结论是最后变成3条。所以现在定案是只做3条。那这个有32条减掉3条，而不是国会要的，是海军跟国会讲。Okay. 那国会也非常生气，国会在2008年的时候，海军发了一个报告给国会说经过我们重新评估，我们的威胁改变了，就 threat 改变了，所以我们不需要Zamwa 这么先进的船，那我们只需要增加阿雷伯克，把阿雷伯克加上改装以后变成伯克三以后。可以继续使用，可以。阿雷伯克的那个船型的外形是非常好的。对，而且要求阿雷伯克再做8条，而且便宜嘛，那个经费少很多。那对海军来讲的话，他这个决定是他有道理的，因为他第一个经费实在是太贵，这个船太贵，他实在是买不起。第二个呢，他主要是遇到了很多技术的问题，还是太先进了，里面的技术。它每一样的先进技术都有问题在后面，所以这个船后来就变成，现在可以说这个船开在海上没有很大的用处了，因为它太多问题在里面了，因为它太先进了。那只能说这个船是将来的21世纪后半段的时候，再下一任一个世代的驱逐舰的时候，能够当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台阶，就继续把它完善，然后。再做吧，也就是说，现在的科学手段和现在的科学技术，要想满足于现在这个朱奥尔特这样一艘船不出问题，恐怕后勤技术的保障不敢那么有把握。这个其实很普遍 ，F-22 也是一样，对嘛？它停产的原因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嘛。又太贵，而且有问题，所以 F-35 来取代。F-35其实比F-22的性能要差一点点的，也并不是最好。最好的性能，原来美国空军的寄望是寄望的 F-22。那这个情形相当类似，这个 Zamwa 也是一样，很先进很贵，然后出现很多问题，那这个定律好像不可避免。
所以大概还需要再过一个世代以后才会看到真正可以实用的先进的船出来。那现在伯克三把它改装之后它性能也非常好，伯克三其实也很够用，所以非常的好、啊、也够大了。所以这个 Zamwa 这个 Zamwa 那个设计成这样的话，我们只是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里程碑、而且实用不实用并不实用。其实现在美国军队已经越来越这个现实实用化了、因为确实虽然他们一边就要军费、但是另一边他们也是控制很严，对，管就自己的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你看，而且最后争论下来，我在前两期节目陈先生也跟大家谈到了，美国虽然已经有了11个航母战斗群了，而且现在美国海军已经决定，对，还要继续做福特级，后续最少还得做5条到6条，对，最起码也就是说它会取代现在已经非常先进的尼米兹级，对对，还要取代它，就说明他一定要排挤其他的水面舰只的费用嘛、这是毫无疑问的。对，所以而且更不要说美国海军还要升级更新这个我们谈过这个 Virginia 级的潜艇。对对，那个费用都是天价呀、对对，还有海军来讲的话，他一个更花钱的是要取代俄亥俄级的那更不得了潜艇，那更不得了，那是战略潜艇，那更贵。对啊，因为这也是用了很久了，俄亥俄用了很久了，所以也必须要换新的。也就是说仅仅是一个海军就有这么多的更新计划，所以排挤到驱逐舰，大家也都不奇怪，因为美国驱逐舰已经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了。对，所以你再搞一个超先进的，但是不能不承认啊，朱奥尔特这个 ZWAT 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验舰。对，起码它从它动力系统，我当时一看到动力系统我就眼光一亮，我在想说用电推动，对，这玩意儿能走多快呀、它电推动，我等一下一样样我再解释它的每一样它的那个设计先进的地方。那电力推动是其中之一，在 AEP 那福特号也是用电力推动，它用核子动力然后推动那个发电机用电来推动。那电力现在这个趋向将来也是电力推动的船会越来越多。我们休息一下。